沙美水库旁农地，大农地的这点，马路边算过去，那一整片东西，水哦，大马路边盖农舍是吧？要有水沟有，超大型水沟伺候你。从这条路开始算。哦，这地啦，给我送一个路地，这块地，哇，这块地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要继续顶飞去啊！OK， 水库就在那里，地很漂亮，方正又大块，3000平方米啦，够大地哦，会使做篮球场啊！水门前有小河，就在这里，3000平方米。哎，对啊，中间那个吊桥啊，吊桥底下刷过来，扛起来，哦，哎，变地标哦，本来买落去拢，大家的金门拢来看这块地。以前哦，你只要搬来这边住，政府就送你一块这么大的，多少地？这多地？哈多地哦，这些不要，卡炸了。机会啊！所以这一次卡在来大了，政府分落去的，应该是啊，再来分过。哦，你看这个都一样的，一样的单的地下吧？对啊，479值多少？值多少？哦，一个地下分割的。冒险啊，冒险！基本人福利的卡在人福利。卡在家都你来家垦荒啊？哦，家看到龙母母厝，光溜溜，哦，母树啊，